隆重推出新产品，三圣牌手持螺丝输送机，可免去手拿着螺丝安装产品，设计轻巧，使用方便，每分钟可安装几十颗螺丝，提高生产效率。本产品可配多种电动坯工具，适合螺丝直径2至3毫米，长度4至12毫米。产品已通过专利认证，技术领先，质量保证。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它的结构。打开盖子是螺丝仓，右边这个是螺丝推动块，这里是维修窗、螺丝流道槽，末端是螺丝出口，上面是暂停开关。好，现在开始产品组装。这个是普通电动坯，先帮电动坯带上支架，套上放热胶圈，然后打开推动块开关，记得放上稳定器。现在把电动坯插入推动块，这里可以调整适当的工作距离，关上开关，我们把螺丝倒入螺丝仓，关上盖子，再检查一下刀头深入位置，不能太深。现在开始上下推动，让螺丝进入流道槽，打开暂停开关，安装完成。我们来试试安装效果，可以看到螺丝从出口处弹出，推动块上下工作，把螺丝带入流道槽，只要几个简单步骤就可以工作生产了。接着我来演示产品装配，这次演示的是电视机后盖。拿起安装好的输送机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五颗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加快安装速度。你看，安装螺丝毫不费力。看，安装好了，又快又稳定。如果你不信，我再来安装一个配件。安装这个配件也毫不费力，装10个螺丝才数秒钟。我们来看看输送机安装跟手动安装的对比。左边是输送机安装，右边是手动安装。你看，5个螺丝安装只需要几秒，两者安装相差3倍时间。输送机也有使用限制，它不可以水平工作、对上工作、
45度斜下工作，使用时请注意。今天的介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